仰告，耶稣名祈求。阿门。好，今日我哋都行前啲啦，我哋一齐去准备我哋嘅心，就系去赞美我哋嘅神。系啊，都想我哋不如真系继续，我哋用多少时间啦，我哋去赞美我哋嘅主啦。喺诗篇117篇嗰度讲，佢话万国啊，你们都当赞美耶和华，万民啊，你们都当颂赞他，因为他向我们大施慈爱，耶和华的诚实传到永远，你们要赞美耶和华。今日我哋翻到嚟，系啊，你相信吗？你相信主就是那个即系诚实的神吗？你相信他对你的应许是不会改变吗？是他真的配得我们去赞美？不如我们都用一些时间，我们真的去赞美我们的主。是你将无论你生活里面开心或者不开心的事，你忧虑或者你真的经历到神恩典的事，你真的一一去献上给主。你跟主说，主是啊，我真的将这一切献上给你，我要去赞美你，因为你是配得我去赞美的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
Thank you.
Thank you.
Thank you.
多謝你在我們當中，求你繼續去保守陣間的時間。多謝你奉耶穌基督得勝名字祈求，阿門。